哎，兄弟，你领导送完就走啊？就回来吗？送完就走，今天晚上之前肯定走，我不会在上海过夜的。不会过夜的。对对对，明白。嗯，你那边扫码扫过没？扫过了，我全部都认过。是几类？是 A B C 哪类？现在收流量非常少，现在收流量非常少。那个短信给我。各岗位可以关闭一个检查点，关闭一个检查点。你是杭州人吗？我杭州人，我十多天没有出过杭州了，都是在家里面。等一下，后备箱打开一下，后备箱打开。有听什么唐燕听得懂的唐燕？没有。挂的一个盒子，然后后备箱让他们下。这怎么用不了？看一下后面怎么样。出来。他都没。你搞什么？你搞什么？我问你。我跟你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吧。什么具体情况啊？你赶紧出来。各岗位啊，现在都是比较少的情况下，跟上级。人出来，快点。要让他们打开一下。出来带好。是不是后面藏着了？昨天有岗位已经发现，在后面要藏着。汽车组队。具体情况说一下吧。具体情况说。口罩戴好。你先把口罩戴好。人出来。